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聊天球，我是亮哥。我们先来看看艾伦打的这一杆球，一个极其简单的分球居然会失误。这是2022年世界锦标赛奥沙利文对阵艾伦的比赛，艾伦在这一场比赛中状态全无，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，艾伦被奥沙利文血洗一场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奥沙利文的青苔表演。母球到了现在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球形十分的舒服，围绕着粉球。那么现在围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8。14, 15, 奥沙利文这一杆母球的位置不是很合适，因为刚才黑球叫的比较直，然后发力施登上来呢，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点，现在被迫只能选择红球的中带。但是打中带呢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中带比较薄，如何去控制母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比如说较难还是较下面的低分子彩球，这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。29. 30. 37. 38. 中间比较简单的红球现在已经清完，目前呢剩下的三颗位置都需要比较精准。44. 45. 51. 52.
59. 没有问题，红球进了之后，母球的位置也比较合适。现在轻彩球就是例行公事。66. 68. 71. 75. 80. 86. 黑球打进，奥斯利文轻松地进行了一个轻台表演。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